随着三发炮弹装填完毕，射击正式开始。 一千米以外的目标进行射击，第一次打靶，他们能够上靶吗？这两个红星，可是都没有靶了。哦，我看见了，是不是那个十字的那个？ 应该是不错的，还在里面。然后第一次射击能打这样，对不对？不错，你挺满意。